今天是2023年11月14日星期二，本周六将会迎来奔跑吧生态篇的首播。这两天官方都在发布一些动态预热热度，包括周深在内，嘉宾们都录制了口播。首播第一期，嘉宾们都应该是去昆明，飞行嘉宾是魏大勋、蔡文静和胡夏等。话题周深给大自然安排多巴胺穿搭也登上了热搜榜，而全网在与奔跑吧生态篇相关的全部信息中被提及频次最高的艺人就是周深。结合往期的奔跑吧节目，周深将会继续领跑热度榜了。而且在一项万人投票中，周深也是所有嘉宾当中最受期待的一位。那就一起期待一下周深周六的表现吧。接下来是周深在11月份发布的第一首歌曲《四下》的 MV 上线了。不过随着 MV 的上线，电视剧《岁岁青莲》也终于要迎来大结局了。不知道有没有追剧的小伙伴呢？接下来是随着11月11日周深的微信指数再次破亿，周深成功完成了2023年第100次破亿，这其中还包括24次破2亿、9次破3亿、4次破4亿以及1次破5亿。今年还有一个半月才结束，而目前周深已经有100次破亿了，也就是说今年至少有四分之一都是在破亿状态，这也基本上实现了破亿日常化，希望周深能够更加红火下去。最后，距离11月22日也越来越近了，这是网传综艺节目《生生不息中华记》首期录制的日子。在网络上关于周深加盟录制的消息也越来越多，也期待能够早日看到官宣消息。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欢迎留言评论，同时欢迎订阅我们，每日都精彩更新。